来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一位嘉宾，他也是英文老师，我们欢迎黄奇妮老师。Hello 大家，大家好，我是 Jen。 来进来一点。And thank you, Hi Tutor and Dewey for having me. 谢谢大家来直播来分享你的有关英文学习这一块，因为你是英文老师嘛，对不对？是英文老师，然后又是 training 线上英文老师的。在菲律宾呢，其实我们没有教英文老师，大家教老师。然后像我们呢，我们只有分两种的。我们要学习的老师的时候，其实跟我们这边一样，我们有 normal university。你们这边应该也有台北 normal university。Yeah, we have normal university, and I'm from Cebu normal university. So 我在那边学当老师，然后我们分小学跟high school。So 我选的是 high school， 然后不含小学跟那个 high school， 还有那个你的 major， 就是你的选择主修。Yes， 比如说这边你要 major 英文、日本，所以我的 major 也不是英文，我的 major 是 social science。有流行那个学英文在菲律宾，因为他们其实是韩国人。对，开始的。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学生也不是只有韩，最多真的是韩国人，然后应该是98% 是韩国，然后2% 是日本跟越南人。对，韩国的学生他们越来越多来菲律宾，因为第一他们真的是，他们把菲律宾好像 training ground， 就是 after Philippines they'll go to Canada or other English countries。这个我没有说是我们最厉害，可是如果学英文书物，大概大家都认识，就是很有名在韩国。那要怎么去 training 那些老师呢？他们有很多 label 吗？Training 就是 local training， 就是 within the school training。然后他们也有 native speaker， so 会有一些样sound 要听，然后大家都会跟着念。然后 after that 就是很顺的 training， 你就可以现场就当老师。所以其实菲律宾的口音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你认真，因为本来就是英文是有美国发音，所以你认真讲的清楚一点，就变成很顺的，就是很准确的英文了。其实很多学生都在问菲律宾老师，我去游学有没有很重的口音？很重的口音，很多学生会问。其实第一没有很重的口音，因为你没有办法当老师，如果你利用菲律宾口音，所以。像我呢，我可以选 example， I want to have three accents， I can do that， like water American， and then I want British of water， and then Philippine accent， 我就说 water， water， 可以， yeah。 所以口音对老师的选择变成选择，所以以后我就希望台湾学生们口音变成你们的很好玩的选择，要把勇敢讲英文排第一，你才可以。完整的完美的英文，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勇敢的讲英文，然后跟勇敢的去跟任何外国人讲话， yes exactly， 然后口音其实可以慢慢 training， 慢慢改， yes， 或者是说你可以学任何不同国家的口音，因为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口音嘛，对啊，对，如果你们真的 care 那个 accent。会不会学到呢？一定会的，因为那边很多老师，像我们那时候我的经验，我就是那个 speech class teacher， so 有一些学校啊，他们会准备课程，然后那个课程呢，他们会有你要加强那个部分 tweak， or 你要加强你的口音， or 你要加强你的vocabulary， or 你要加强你的那个听。
所以 yeah 听力，所以 yes， so 很多就是跟 speech class 一起，所以我们就会唱唱歌啊，然后因为唱歌真的是很重要。唱歌也可以学英文啊。当然，因为 American accent is melodic， melodic meaning 很像你在唱歌。所以老师这边呢，先分享一个学英文的诀窍，之后我们就来玩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流行语，然后让老师翻译。哦、oh, ，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可以先说说。你要介绍，因为我会听不到。没问题。好啊。就是学英文的最大诀窍是什么？唱歌。唱歌。所以我刚刚为什么唱歌？有些人不喜欢唱歌怎么办？你不一定唱歌，你听歌啊，就是歌 music。You know, music can communicate to our soul. That music 很容易跟我们沟通的。多听英文歌，你会多学英文字。然后另外 if 你多唱歌，你还会多会正确的唱那首发音。Yeah, 发音。句子。Yeah. Vocabulary.Yes, yes, vocabulary, and 不是只有那个比较像 book 的 vocabulary， 不是只有你好像在书里面而看过的字，你还会学到真的是大家平常使用的，唱就会记得。Yes， 然后老师说音乐可以疗愈心灵嘛，可以让你的心情好。Yeah. 然后可以学英文，另外卡通看卡通啊，看卡通，英文卡通，对啊，是小朋友卡通更会正确的发音英文，所以你会更听得懂。大家有听到吗？就是唱歌跟或是看，先看儿童的英文频道，可是看电影可以，当然可以，可是不要有字幕吗？对吗？字幕，因为你有字幕，你就根本都没有办法 focus。刚开始真的看不懂，没有字幕都看不懂。That's good， 看不懂是好的。你要先学听力吗？当然啦，像小朋友那样，我的 baby 他们是双语言，他们开始讲就是真的英文，他们以为他们的语言是英文。后来发现原来我还有中文。他们以为 elephant 是中文，原来那是。英文，然后他一直以为那是中文，因为太 natural 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电影。如果你们不太想听音乐的话，电影可以，可是真的不要字幕，因为那个会让你们的听力会很差。所以不管你们学那么久，可是你们没有一直听，真的会，没有还是要持续。每天 yes， as、and 然后如果你要 TOEIC or TOEFL，这些的考试，最有用就是听歌。我们现在就来玩游戏。OK， 第一题是这个 不要，因为大家那边会翻嘛。不要走的我。来哦，不要旋转我。旋转？我旋转？旋转哦。Are you kidding me？ 我应该会这样而已。应该就这样。Are you serious？Oh, like that. That's a common. Are you serious? 类似这样，不要旋转我。不要糊弄我，不要骗我，有点类似你。你当我的家家？你当我塑胶？塑胶 plastic？ Plastic？ Oh my god！ 什么意思？你当我塑胶 ？That's not good. That's really you have to be careful in English because there's a very famous.Can you be my Barbie? And that's not good. Because Barbie means a silicone doll. That really is for, you know, you should be Sebastian in some. Everything. Yeah, 因为你的意思是让他在讲话，然后都没有在听。Like, do you think I'm invisible? 第三句。两个字吗？对，两个。就什么？Is that Joe? 一个是酸柠，酸柠 ，count， no， count bitter， that's bitter， bitter， 这个很多人真的平常用的，都是 bitter， bash 也是，因为如果是网络上的话，因为 bitter 是伤口上，
都可以。那 bash 网络上有一个字就是 bash， 你要做酸民就是 bash， yeah bash。很多其实很多艺人就是把自己的 bash 是名词 ，no no bash is a verb， verb yeah。可是这个是 and then 名词变成 basher， 那个人就是 basher， E R， yeah， basher， 我们不要当 basher， yeah， 很多艺人韩国也不在了，因为这个是咖啡，果汁，对，咖啡，咖啡一杯，来这里。In other words, like in Philippine style, maybe we'd say, "Oh my God, it's so windy here."Windy, oh, windy, yeah, 风很大。这个模样，这个对了，这个对了，这个 ，Oh my God， 这个模样，这个你们自己念成吗？我刚刚说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然后母汤 ，So don't touch, so keep out, keep out.我今天过马路，闯红灯嘞，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母汤哦。啊、no no， 应该最正确的可以使用是 no no。好，最后一题，讲到在舞台，这个是不是舞？是啊，那是是。然后嘞，我。不是你写不对了，是我单字都很像，是在hello， yeah. 你知道这个用语吗？这个 it's too Filipinish， Filipinish meaning 韩商菲律宾 like hello， 让你感觉太高了 hello。或是有些人就是做这样，哎，不对，我跟你说，很奇怪，因为 Leo 是我先生的名字是 Leo， and then 刚刚我们在马路上，要来这边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现在网络上真的都在讲 hello， 然后 hello 的意思 not just saying hi， just hello， excuse me， like are you there？ 就这样的感觉。所以中文就是你是在 hello 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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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that。有点像，好像搞不清楚状况这样。Yeah yeah。像 hello 吗？Yeah, or 英文也会说 Are you still there? But yeah, hey, wake up. 台湾人，我有教过在学校有，然后也有那时候是我自己一对的，也有小朋友，对，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 ，OK， 在台湾人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或是I think it's just the final sound. Final sound meaning 后面的发音很重要 ，like in fact， 这样。最后，我们常会消失吗 ？Yes, yes，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 L 跟，就是你们的它，那的跟的 L。D L 真的没有办法，然后 M 跟 N 真的是没有办法，还有 N G sound， 这里面那个很难，那个叫 deep sound， 那个 sound， 你们真的很你可以举几个单字吗？Example， sing， and then 台湾人就会 sing， 我发音也不好。Like that, T H A， 哦，那会 like that 的呀。回去练小了，马上放。没有没有，马上放弃。应该，没有发音对我来说不重要。可是你们要知道的话，其实你们愿意把嘴巴打开就可以了。而且 American accent 都有一个发音 secret 那种完整。那个还有什么？那个你一定要 open mouth like yes， 这样就会有 American accent like can ban and 好，谢谢各位收看哦，有任何问题麻烦大家留言或私讯给小编。Hello, Filipina time.